帅气的脚步嘞！这回呀 ，KC 全副武装，穿着厚重的登山鞋，戴上欧妈妈的太阳眼镜，背起了背包。嘿嘿，两个人呐、啊，大手要牵小手，那是给他那么有一点点像山寨版的背包客啦。不过啊，今天 KC 整装待发，准备踏上台北人再熟悉不过的后花园石顶乡，寻找乡里最新鲜、最道地的料理食材，扮演起旅行家的角色，来探访石顶乡。嘿嘿，这说到石顶乡啊，最出名的就是文山包种茶咯，与那个白嫩嫩的传统手工豆腐呢。给你给你，我帮你带午餐来了。谢谢你，辛苦你了。哇，好香哦。怎么又是豆腐？老是豆腐！哎呦，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是矿工，矿工的生活很苦哎，我们一定要省吃俭用，而且豆腐的营养价值又高又便宜，最适合矿工了。哦，对哈、哦，妈咪对不起，做矿工钱又赚得少，工作又很辛苦。豆腐可以填饱肚子，营养价值又高，是，真的是最好的选择。阿咪，谢谢你耶，你的好手艺，每次都变化不同的豆腐给我吃。星期一吃红烧豆腐，星期二吃麻婆豆腐，星期三吃煎豆腐，星期四吃皮蛋豆腐，星期五吃臭豆腐。那星期六要吃什么豆腐呢？吃豆腐，好吃好吃。好了啦，再好吃的东西呢也是会腻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，为什么今天叫你演矿工？吃豆腐啊。吃豆腐谁不会，是有历史典故的。哦，你说矿工跟豆腐有历史故事啊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主题哦。哇哇，好香的豆腐哦，有浓浓的豆香，还有那个传统的焦香味耶，这很特别哈。对啊，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。哇，大哥你好，你好。听说你是石顶手工制作豆腐最有历史的店家。哎，对对对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我做五代的啊。做五代啊，而且听说就是说石顶因为早期是煤矿王国嘛。对 对, 对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，所以造成他的豆腐很出名呢？啊，因为人口多啊，煤矿那时候算高收入嘛。哇，你看人家骑脚踏车排队过来赶着买豆腐，你不要让站让人家做生意，还是请大哥带我们进去看怎么做豆腐好了，好不好？ OK, 谢谢。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别小看这盘豆腐哦，背后的制作过程啊，真正是够高纲的啦。哦，不但要浸泡过滤，还要边煮边搅拌，哦，真的是热得满头大汗哦。豆腐这么有名，你一定要教我们到底怎么做出这么好吃的豆腐。对，啊，这个就是要先泡啊，先泡哦。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泡啊。对，那要泡多久？八个小时。要八个小时，冬天夏天都差不多一样。要看温度了。啊，如果概念哦，大概八个小时。如果夏天如果比较热，可能就不用泡那么久。对对，比较少一点。啊 ，OK。那你这个泡了以后哈，我们要磨，对不对？好，放到这边磨。对对，这个黄豆啊，这个在磨嘛，磨出来就是浆啊，磨出来就是这个浆。王大哥，你现在做什么？就是煮浆啊。哦，就是磨好豆，哎、然后煮浆，就要煮啊。对对。就靠浆煮啊。对。对对，那一开始就要一直搅拌吗？要啊。啊，不是滚了再搅拌啊？啊，滚了底下就烧焦了。哦。对，生姜开始。生姜，哎，像我刚才有吃那个豆，那个你的那个豆腐哦，生腌吃，它的那个焦香味就是从这个步骤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哦，那我可不可以试试看？可以啊。这样很吃力。
不会了。那要抹多久啊？要贴那个垫啊，你不要拿起来擦啊，那个会破掉啊。那个一定要贴垫，不能离开擦。那个要抹多久？这样要煮多久？磨到滚啊。哇，磨过的豆浆已经放在去里面煮，对不对？对 对。然后就煮好了就来过滤。过滤，哎，这边过滤，这边再过滤，过滤到这边嘛。对，这个豆浆的。哇，给弟你们闻到，它的豆浆好香哦。对，这个豆浆的那个焦香味是从哪一个步骤来的？就是我们传统做法，我这个是柴油。用柴油。对，都是用柴油。所以才有传统的焦香味。然后它怎么变豆腐呢？它就是要用那个啊凝固剂，就是石膏。石膏哦，用石膏来搅。那王大哥加这个石膏水也是要经验哦。对对 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磨也没有比例啊，我们从来不用比例啊，做也是一定不是比例，要看。对，观众朋友学不到，因为豆浆有现在这一种说不定容易点，等一下豆腐一定会薄一些。那不是每一种都可以。那如果浓一点，看就看得出蛋薄啊。有花，有花。我们就是看那个花，搅动就是看那个花。王大哥，现在就是开始进行吗？对，就是包大的豆腐，大块的豆腐。大块的豆腐。我刚刚看你那个格子有到豆干，49，对，那个是以前的，以前的传统模式。从以前到现在。对，以前留下，而现在79，现在没有，现在都是差不多6630度。哇，王大哥，你看我做这个豆腐及格吗？及格，很漂亮。通常礼拜六、礼拜天生意比较好，那你有？礼拜一公休吗？有公休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假日不休息，你没有休？没有，我没有休。王大哥，这桶水是不是用来压豆腐的？对。那为什么要压豆腐呢？就是要把水挤干呢。成型，压成型嘛。那我们要压到什么程度？压多久？就是压到跟这个框啊，差不多。对，压到这个木头跟这个框平，对，就可以了。对。啊，会不会如果压过久啊，它的豆腐变硬了？对。所以要刚刚好，越干那就越硬。老师在教你们好像没有听懂呢。哎呦，这么繁杂的程序，林大哥啊，可是从小天还没亮就跟着爸爸后面，一边帮忙一边学习，长大自然而然也就继承了这项重要的使命了，把手工豆腐传承下去喽。说起制作手工豆腐啊，加了石膏凝结后，再入模用重物挤压水分，这样啊，白嫩嫩的豆腐就可以开卖喽。哇哦，热心的 Kevin 啊，当起老板还挺有架势的呢，敲锣打鼓大声叫卖，亲切的 Claire 啊更是当起小服务生，热诚的态度啊真的吸引不少客人前来一探究竟呢。王大哥啊肯定在旁笑得开心呢。而司令啊不单单只有一个宝哦，接下来 Casey 要寻找石定第二宝，那就是文山包种茶。你们两个别再你追我跑了呗，赶快去找茶叶达人问问吧。哇，玛丽，那么大片的茶园就是石定著名的文山包种茶园，美吧？真的很美，尤其你站在这一片绿油油的茶园里面的时候吧，哇，不仅眼睛看得很舒服，连空气闻起来都有个特别的清新味。对，你看，这片茶叶哦，高高举在半空中，是不是很美丽呢？很美，而且尤其是那个太阳光把那个茶叶穿透，背景又有蓝天白云的时候，这种景象我觉得在大都市真的是很难得看得见。我的茶最美啊，我用心栽培啊。哇，原来是你的茶啊。周大哥，你这是什么茶啊？这是原浆啊，原浆啊。乌龙嘛。对。乌龙茶。你种几行几种茶？种三。三行，这是有什么分别？这是乌龙品种，原有12跟13。台12跟13啊。对。哪一种品种价钱最好？爱看伊插个发芽的芳贵啊！好灵拍炼嘛！对，发酵的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啊，好灵拍炼。好灵拍炼。啊，还没有拍炼的时，当然是不好啊。安尼哦。怎么分辨？从外形怎么分辨？是台12、13？这个姜啊，姜啊，一修哦，修较水修，较尖。这12会修较大刀，尾你较圆。13。够较大刀，无你够较圆。
而再来的烘焙后哈，这三种茶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？伊品种的味无同，伊个甲天气有关系。嗯，哦，甲天气有关系啊。哦，怎样天气比较好？对，伊个哦，阿个在时甲下晡时茶的味无同。哈，早茶跟午茶的味道不同哎、啊。哦，啊，你是讲下晡较香哦？下晡当然是较香啊，因为烟火开啊。哦，下午的味道比较好，难怪要喝下午茶。所以采收时间很重要咯。当然是很重要啊。那请问一下，什么样的天气跟时间是采收时候最好的？爱老人家差不多九点十点才开始采收头一届。嗯。啊，过下晡头两点过来采收，安插个地较香。啊，怎么看这个茶叶哈、哦？就是成熟啊。会办啦，就爱用这用这比拼，哦，像这就叶啊有开啊，再会办的。啊，那像这款的，就是我像这款的较无开，哦，我知道。伤紧，这个安尼就是有开，啊，这个安尼凹凹，弯在一起的，就是没有开啊，就不能茶。哎，张大哥，还有我小时候看茶园里面啊，都有茶姑娘啊，然后一边采茶啊，然后看起来很美啊。哎，你示范一下采茶的姿势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。啊，怎么采？诶，慢点，慢点就行，慢哦，慢点就是这，这爱安尼安尼安尼插的。从哪里？等一下。从乌家乌家乌家好乌家安尼安尼捏哦，捏啊再捏再那个安个抓的。哦。捏再那个抓的。哦，我看一看。哦，所以有大概一页、两页、三页、一页、两页，只是冷叶哈。只是冷叶啊。哇，张大哥，你看这样跪着采，这样整天好累哦。当然这样嘛，这爱练啊，我就八道啊，啊个我就地啊。但是我好像听到机器的声音呢。今麦就是哦，要降低这成本啊，弄今麦用机器采。哇，我好看机器怎么采收。好，看看。石碇第二宝文山包种茶已经拥有200余年的植茶历史，而且啊也是制茶的发祥地哦。石碇乡啊，地处群山围绕，得天独厚的经纬度，四季分明，气候终年湿润凉爽，雨量充沛，土地肥沃。所以说啊，这里种种的条件对于种植茶树再适合也不过喽。而且啊，更闻名海内外，被誉为茶中珍品呢。哇哦 ，Kevin 啊，看你融入茶友们一同采收，可千万要小心哦。这个啊，虽然看似小小的叶子，却是张大哥啊辛苦照料的珍宝呢。小心呢，别踩过头了呢。哎呦呦呦呦，哦，很重的嘞，小心小心，不要滚下去喽。好，来，我的手给你采。好。哇，刚刚采收虽然有机器，可是蛮累的耶。还好这里有地方给我们休息哦。是啊。嗯。哇，好舒服啊，还可以享受日光浴。对呀、啊。喂，这是我们旁边不能过分嘞。哈哈，你们两个才刚采收完就想偷懒啊？这啊可是张大哥特别留给茶叶享受日光浴的地。哎，不对，应该是说日光萎凋的场地啦。不过早期的茶友啊，也会使用竹盘来盛装茶叶呢。哇，行了，这盖得大很好。哇，哦，完了，我来。哦，这样子先摆开。嗯，你试看看哦。哎哎，快差不多了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好难哦。哎，张大哥，你三单五单嘞？这个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这个日光萎凋。日光萎凋啊，它有什么作用？伊就是爱膨开，使用好早的来发芽，再膨开再出来。哦，要这样才会发酵啊，在我旁边啊，在我旁边，有点像日晒法一样。哦，可是这样日光萎凋，我看今天好像没太阳嘞，这样好不？你人工就安天较袂，伊个绿素较袂晒歹。哦，我也尝到叶绿素，就好像煮菜不能太热一样。对，嗯、油太热，叶绿素都破坏了。哦，原来是不能太大的太阳。那你这样子。啊，那要泡多久时间？你泡吼，你若就安天爱炒两点钟。两点钟。啊。茶叶的关键就在日光萎凋，让茶叶发酵啊，散发香气。平均两小时就得将茶叶翻面曝晒，重复的动作啊，得依照天气的温度和湿度来衡量，大约啊需要4到5次。等待的过程中啊，千万不能吵醒他们或碰触他们哦，不然呐、啊，哎，遭逼啦。
不过啊，想要茶叶翻得彻底翻得均匀，这个腰力啊得要够好，体力啊也要够耐操，不然啊就会像这两位主持人一样气喘如牛哦。哇哇，原来要喝茶是要那么累的一个步骤啊！哎、嗯哦，张大哥，刚才你，我看你这样翻那个茶叶，那个茶叶在里面这样滚的方向，然后后来又这样子翻，这样子翻，茶叶又这样滚，这个是什么用意啊？这款用意就是我做人工搅拌。人工搅拌为什么要搅拌它？啊、人工搅拌的时候，一水分一直走的时候，这地茶，这地茶会夹来。哦。会夹来的时候，你爱甲变的时候，你再搁捡回。哦，就是避免它夹起来，啊，你来翻动它过。对对对对，啊，另外冰火前你芳香纸无留来来对，啊，水分啊排出去，可惜无造出。哦，啊，甘味甲芳味无留来对。啊，你啊，有这个用意。哇，大哥，起码是要准备杀青了。对啊对啊。啊，杀青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我，就是我拿那个叉子，要让它停止发酵，然后要叉到尾超清掉吧。是哦。哦，那我们进去要多久？它五分至六分钟。啊，什么？怎么规定？对，300度。哦，300度。更香，有点干燥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无干味啊，啊，无干味啦，啊，无干味，味道不一样，汤加汤。灌几条啊？你要小心哦。张大哥，那边杀青完，为什么还要进到这个机器这样子蹂躏它？蹂躏就是要整形它的外观、外观啊，外观跟水。哇，张大哥，啊，这些烘干啊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它的作用就是要定型，啊，够烘干。哦，要给它。啊，你差不多几盖啊？伊最爱两盖。啊，就是你整体安尼盖的。阿伯你好，阿伯会上去兜里。啊，那上去烤箱是不是？好像菜一样，把它挤过呢。这个点心很香甜哦，很香甜。嗯，香哇！终于看到成熟的完成品了。对。哦，实在是有够香的啦！刚烘焙好的茶叶啊，香气四溢，布满整个制茶厂。可是，到底要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将茶喝得漂亮、喝得潇洒嘞？嘿嘿，就请咱们 Kevin 来示范喽。妈咪，我说一句，你跟着做一遍。啊？抬头挺胸，缩下巴。屁股坐三分之一板凳，快快，双手举杯，以杯就口，快速喝下，不留痕迹。哎呦 ，Baby 啊，我们是在品茶哎，你这样子好像在当兵喊口令哦。品茶不是要注重知识和礼貌才算品茶吗？哎呦，品茶，真正的茶道高手呢在这里，还是请教总干事好了。总干事你好，你好你好。茶种的好，烘焙的好，可是听说泡茶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你要为大家示范一下，简单的。因为我们泡茶哈，我们现在最第一个最注重的就是当然是卫生。嗯，好，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开水呢，先把我们要用的茶具全部烫过一次，烫过一次。哎，那因为我们这种茶叶哈，我们最好还是避免用手直接去抓，哦，所以我们还是用这种。哇，我平常都不知道，就直接抓着就去泡，所以不要用手抓，不用手直接抓，我们用这种茶匙。那分量呢？分量我们差不多就是差不多1/3壶，这是标准壶嘛？对，那个东方美人茶的话就比较开的，大概70度到80度就好，哦，因为它是比较嫩。那我们大概停留的大概50秒，50秒哇，就像我们做菜，每次要按一个定时器哦，几秒钟哇，很重要。对，那50秒第一泡是最好喝，不会过头，不会太浓的。不会不会，对哦。包种茶的话就是这种应该是叫做蜜绿色。它是大概就是
将近我们的那种蜂蜜跟栗色、哦、对对对，这个高高的杯子就叫做闻香杯。闻香杯，那是这样闻吗？不是，是它先倒出来。对，把那个把你的把我们的茶汤倒到我们的茶杯。现在很多这种医学话筒一直讲说喝热茶的话、嗯、对这种口腔啊对喉咙都不好、哦、会伤到我们的牙齿，所以不要太热喝、哦、我们稍微等它凉一下。嗯，很顺很干。嗯，哇，有一个特殊的香气耶，妈咪，这个香味哪里来啊？哎呦，你好逊啊、嗯！这是桂花香啊，我们现在就在桂花的隧道里面。哦、其实这让我想到，我小时候我爸爸、啊嗯、就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桂花，这个香味特别熟悉、嗯，是不是这个？哦，我看到了，这个就是桂花，对，没错。哇，香吧，爸妈。哎，妈，那前面有一个桂花农园，搞不好有一些风味料理哦，我们要不要去瞧瞧？哇，好啊，我也是有点饿。哇哦，这么丰盛的佳肴，赶快来尝尝吧！哇，王咪，你看，我们来对地方了。是啊，你看到桌上满满的不同风味料理，而且这些料理我发现呢，就是我们今天采访的食材来入菜耶。嗯，对，这边都是我们石碇的农特产融合哦，把石碇农特产融合在我们的佳肴里面。哇哦，今天一整天所采访的食材呀、啊，通通来个大融合。Kevin 啊，与克雷尔看到用桂花所创意出来的料理，可是开心的嘞。不过啊，美味的料理背后啊，有个不简单的工程哦。因为啊，桂花的地基小，需要以人工的采收方式，把一朵朵的桂花、啊、辛苦的摘下。也因为容易氧化，所以陈大哥啊，为了保存桂花的香气与色泽，便将它们通通蜜酿起来。这种桂花蜜等待30天后啊，不但可以入菜，另外冲泡成桂花茶，还让你天天口齿留香呢。Baby 呀，哇，站在这里现在是哪边呢？哇，我们现在这个是很漂亮的那个茶山呢、啊。That's right。对呀、啊，在茶园里做菜耶。嗯，这次来到这里，我发现不管是看到那个种茶的张大哥，对，还有采访那个做豆腐的王大哥、啊嗯，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精神，嗯，就是在做制作过程里很坚持。That's right。像今天我们就你看，现做豆腐热腾腾的搬上来这个茶园，对，我们今天呢在茶汤就回去做了，对，那现场呢我们就来做用它的豆腐来做一个简单的料理。尤其我觉得豆腐哦，他们都很用心，就是当天很早起来哈、哦、就做给我们很新鲜这样来吃哈、哦，所以其实这样就可以吃凉拌豆腐。可是今天我们要来做什么豆腐？我们来做一个有点像是泰式酸辣豆腐，对，所以要来煎哦 ，OK， 哦，这个水珠哈、哦，有点比慢跑快一点就可以了，因为你不够热哈、哦，豆腐可能会出水。嗯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煎它了。放一点点油，它没有放很多水分、啊、对，所以我们这边只要用一点点油。那我们这个豆腐、啊、在煎之前、啊、我们尽量整块，因为它很新鲜，所以、啊、就不要切它了，切它水分容易出来、啊、那我们就直接摆下去咯。好，哦，很香哦，我已经哦，哇，这里在煮的酱油，好，就这样子咯、yeah. 我们盖起来给它3分钟，豆腐会盖多久都有呢？对，那这边呢我们今天搭配这种原味的铁板煎豆腐呢，最主要呢我们要做一个好吃的泰式辣椒酱。新加坡吃海南鸡的柠檬辣椒酱，有蒜有姜，然后有辣椒，然后用锤的它是更好吃的，然后加新鲜的柠檬 lemon， 嗯 ，OK。哦，那有些人要加一点醋也可以，然后加一点糖，就这样子很香。要记得哦，不能煮太稀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淋在我们的豆腐、哦，所以它有点稠。我来试试看今天的味道，颜色很美，因为我们用新鲜的辣椒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喽，这个时间还有10秒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翻面了。在这样子的户外煮呢，你看，哇，这个不能让它出水了、哦，对，也不能烧焦，来，对，哦呀，配一点毛豆，对，
这样是很好的。这样一锅豆腐里面有菜啊，有豆腐啊，我觉得这样也很饱足哦。对，第二面也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啊，来炒豆芽，我给它这个立起来，站起来，站在中间。我帮你一个，那我就有中间。炒炒炒。我们给它立起来。好，然后我这边加一点点油给它哈。好，那我们配一点那个毛豆，新鲜的毛豆，豆芽铺在上面。哎，好聪明哦！我刚才想说，马上把豆芽放上去，我就要慢熟的，先铺底下。对，对，毛豆铺底下。对，我的厨房就在旁边。对，菜那边撒一点盐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把豆腐盛起来。OK， 这样就很清爽喽。我们要去吃咯，我们要去茶园吃咯。好啊，来，